积极打造健康红楼园区，和事业有成者打拼的青壮年，唔免伫台北中路、高雄养老，离回家红楼的家己区，伫民间团体共同的响应之下，提升老人的实地关怀照顾。伫准头里成立了全市第一个落地关怀站，市长涂新体也亲自到场来甲拜祝贺。准头里是嘉义市第五大里。人口高达4995人，其中高龄长者的比例比全市更加高，因此在金钟社区发展中心成立落地关怀站，意义重大。国产美苗基金会首站开课典礼，嘉义市长涂新体、宋淑环医师、嘉义市卫生局社会处以及大拿主治病院周文良主任、中正大学吴秉烛主任、英明服务处做会甲拜。担任过卫生署长的涂新体市长真清楚表示，失智症已经是一种流行病，人愈来愈长岁数，结果愈老化，失智就成了另外一种常态。唔呐，台湾如此，失智症的主要族群7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增加更加紧，因此咱急切的需要健康红楼园区，需要完整的失智预防加长期照顾体系。如果能够早期发现，有时候是可逆的。我们把他的这个神经上、精神上的状态改善，或是其他疾病上的改善，这个部分在医师的诊断跟处理之下是可以可逆的。如果一晃过去，可逆的事情过去变成不可逆，越来越严重，那就输掉生机，就很可惜了。所以呢，国产美妙为了让你的生活更加美妙，所以呢，他们推出这种快速筛检的方法。事实上这几年来哈，利用整合性筛检，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。这种简单的方法叫做 AD8 啦，我们叫筛检。利用这筛检出来，事实上他们已经筛检出3000多。国产美苗基金会提倡以礼为据点，唔呐持续监督老人智能的状况，更建构长照体系。宋淑环董事长表示，因为对失智长者甲子孙事业来讲，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之下，和失智长者拍开家门，走进社区，真正是一种幸福。把他还拥有的那两三项技能，透过老人在一起，甚至是健康引导的老人。照顾这些失智的老人，大家互相互动，再透过互动关怀、社交游戏的这些作为当中，哈，能延缓他的失智啊。希望呢，这个落智关怀站呢开启之后呢，就是我们嘉义市的健康之源。希望呢，把这个精神呢带到我们嘉义市的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嘉义市民呢更健康、更幸福。病院周文良主任、中正大学吴秉烛主任协助之下，准头落地关怀站，每礼拜至少有一天有专业医师甲社工进驻，为每一个失智老人的家庭提供帮助甲服务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